天哪！在400公尺。怎么每次出门的时候总是会下雨？各位。不过希望我们到目的地的时候天气会好一点呢。那我们出发吧 ，Go！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宜兰一间火锅吃到饱的外面哦。然后这家火锅店它有个特色，就是这边有停车场。它这家火锅店是五花八门自助涮涮锅。它这边平日用餐的话，我们成人只要330元，还不错哎。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是正中午了，它这边用餐时间只有到3点而已。那我们赶快把握时间进去用餐吧 ，Go！ 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就座了哈。他这边用餐方式是给你一个盘子，还有餐具啊。哎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今天吃一餐330，还有停车场，我觉得光看就觉得还蛮划算的了。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哦。小卷牛肉，牛皮根，羊肉，OK 啊，各位，我先拿第一轮的东西了。他这边竟然也有猪脚哎，跟上次我们在台中吃到自由小火锅还蛮像的呢。我觉得这是好吃的猪脚哎。至于肉片部分呢，我是先拿了牛肉跟羊肉。他这边肉类总共有5种肉片，感觉。还蛮有诚意的，那我们开动吧。羊肉脆脆，
我现在吃小火锅最期待就是说能遇到猪脚哦。这个卤猪脚味道是好吃的，它卤得很够味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满满的胶质啊。虽然说它这整体没有卤得非常软烂，但是咬下去你会感受到有满满的胶质在嘴巴里。我非常期待这个羊肉表现呢。各位，这个羊肉有烧哎，我非常喜欢吃这种会烧的羊肉哎。我们再吃吃看刚刚丢下去的牛肉片。虽然说他这边肉片可能全部都是重组肉，但是他的牛肉还蛮好吃的。那最后我再把刚刚拿的牛培根也倒下去吧。那趁肉熟之前的空档，我们来吃一下鸭血吧。虽然说它这个鸭血上面还蛮多气孔的，可是它整体它都把味道卤进去，它算是一个香而不辣的鸭血，还蛮清爽的。这个时候刚好火锅也滚起来，我们赶快把肉片捞出来吧。我们先来吃一片牛培根看看。我反而觉得说它刚刚一般的牛肉片还比牛培根好吃哎。还有小卷。
咬下去那一刻，小卷它喷出一种新鲜的味道啊！那我们再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鲫鱼片、螃蟹、丸子。猪肉片，猪培根，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拿第二轮的东西了。我们现在煮一锅葱花火锅吧。那这个时候应该要让这些主角们跟着这个汤一起发光发热了吧。OK 了，接下来就让火锅自己煮自己的吧。来试一下小菜，你看这不会出水的烟墙，嗯，欸，它这个是甜甜的烟熏香肠耶。对啊，虽然说它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很不健康的东西，但是越不健康越好吃啊。嗯，嗯，那接下来吃吃看猪耳朵。嗯，嗯，哇，哇，吃这个必须要配饮料，不然会不会咸死啊？最后再吃一下这个不明的炸物。那我们现在吃吃看五花猪肉片吗？哦，咬下去猪油香气在我嘴巴里喷开来。好，再吃吃看猪肉片。
它就比五花猪还要稍微硬一点点，而且口感也没有那么好啊。再吃吃看碎料鲫鱼片，它这个鲫鱼片就是表现中规中矩啊。那我们先去拿点其他东西回来煮吧。蛋菜。鱿鱼。脑髓。是什么？手工丸子。OK 啊，各位，汉冷长柜这边竟然还有那种脑髓耶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火锅店吃到这种东西，很特别呢。现在汤锅滚了，我们先把刚刚丢下去的螃蟹还有丸子捞出来了。打捞完后，我们再用这些葱花去衬托这个汤头的美味吧。这葱花汤太美妙了，我是很好奇说它这丸子里面会不会又是包芋头啊，希望不要啊。这个可以，它这是福州丸呢。好吃，再吃看螃蟹，虽然说整体这个螃蟹没有什么肉啊，但是口味还蛮鲜的，然后这个螃蟹身上也有蟹黄。哎呦，这种小螃蟹竟有蟹黄。各位啊，吃螃蟹一定要小心啊。这有蟹黄的螃蟹好香哦。
这个螃蟹我觉得 OK 耶，现在吃看这一盘脏器类的东西吧，还有刚刚我有拿了一些小章鱼啊，它这个地方竟然有小章鱼，感觉还蛮有诚意的。哦，这味道跟我们在市场买到几乎是一模一样啊！吃到这些脏器类食材后，我觉得应该需要这个沾酱好朋友了。小章鱼催泪啊，再吃吃看鱿鱼，还有这种鱿鱼啊，还是非常需要沾酱的衬托啊。再吃吃看鱼下巴，它这个鱼肉吃起来好新鲜哦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，但是吃起来有点像猪心的口感。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其实也还好，但是吃起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，我觉得很奇特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等食材放凉之前，我们再去拿点东西来加吧。鱼皮、膀胱、鸡心。嚯嚯嚯！猪脚，我
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去拿了一大盘的海鲜，还有脏器类的东西了，只是没有想到说他这边330元，除了有猪脚之外，还有虾子跟蛤蜊。哎呦！今天这一餐太丰盛了啦，那再吃吃看饭菜。哦 ，OK 啦，还有这个气管。鸭肠，再吃看手工丸子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终于吃完上一轮的东西了。它冷藏柜的地方所有脏器类的东西啊，吃起来就是中规中矩，除了那个脑髓之外。那我们继续吃这个好吃的猪脚吧。吼吼吼吼，好吃的部位啊。这次就有吃到卤猪脚焦糖的香味，好吃耶。肥嫩嫩的猪脚，我觉得这次我们吃的节奏刚刚好，吃完猪脚这个火锅也滚起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就把最后没有吃到的海鲜都吃下去吧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蛤蜊 size 是非常的小巧可爱吗？
天啊，这个蛤蜊吃起来完全没有什么感觉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已经吃完71个有肉的蛤蜊之后，我完全没有什么感觉，但它也算是蛮新鲜的海鲜呢。然后我们今天来这家火锅店，就是先体验一下说当地人的火锅吃到饱到底是如何的。给你们看一下白虾，哦，嗯，哎，各位，这个，哎呦，还蛮鲜甜的嘞。各位啊，终于吃完了，那我们在剩下时间内再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羊肉，我现在又拿一轮的肉了，这次我全都拿羊肉，还有一盘葱花，我们来煮葱花羊肉锅吧。羊肉该上桌了，嚯，满满的羊肉，嚯，各位，葱花羊肉，嚯，嚯嚯嚯，嗯。一口羊肉，一口快乐水，哦，这个组合真的是完美啊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觉得我等等应该要吃一点甜点了。最后拿了冰淇淋跟咖啡了。刚刚我稍早前我喝一杯咖啡了，它咖啡就是淡淡的那种美式咖啡。还有各位，现在吃薄荷冰淇淋，嚯嚯！这冰淇淋还蛮好吃的，花生口味。啊，各位，吃完了啊。那等一下我们结账之后再到外面做结尾吧，店家也要准备下午打烊了。 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在外面了。是说今天我们平日中午来这边吃一餐330元的火锅吃到饱，还有免费的停车场，这是我们有开车族群最大的福音啊。正所谓买车容易养车难，养车难找停车位更难啊。所以今天他这家火锅店330元不收服务费，真的没有什么好闲的啦。那如果各位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吃到饱火锅店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哦，拜拜。